我叫李江，今年26岁，来自合龙镇。我现在的职业是一名珠心算老师，现在专门教4到13岁的孩子。我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感觉。我以前做过很多工作，干过服务员，卖过建材，还做过电脑刺绣的领班。说起当领班的经历啊，还挺奇特的。我把上一个领班当好了，所以我才升的职。我是一个特别爱笑的姑娘，从来不和人结仇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以微笑去面对。14号小妞儿，我看你哄小朋友挺好的，看我哭了，你怎么哄？我可以哄你玩，给你讲故事。我不要吗？那你妈可以躺在那睡觉了，不许出声，出声的话好吃的就没有了。我不要。那你上那边坐着哭吧，哭够你再回来找我。我让老师抱抱。啊！蔫儿我看他一点也不蔫，蔫头蔫头的。蔫儿不是表现。听上一句话了，蔫不懂得往上上啊，是不是？他刚才说一句不要吗？这家给11号12号笑的都笑不行了，给我吓坏了呀！啊，为啥呢？这还是小蔫儿吗？你这小蔫儿给所有的人都那个吓了一大跳啊！人家小蔫儿一点不耽误撒娇，平时跟谁撒过？小蔫儿没撒过呀，这头一回呀。你再说一遍刚才你第一遍说那个，我们大家再听一听来。我不要吗？留下15号，人蔫不懂的往上捅，谁也受不了。喂喂喂，十四号，对不起，15号。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我们认识3个月就结婚了，后来因为他太懒，什么活都不干，我们过1年之后就分开了。都说姑嫂是天敌，但是在我家，我跟我嫂子的关系是最好的。所以你娶我回家不用担心我和你的家人合不来。如果你不介意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愿意给我幸福，那么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。好，我现在看到14号小妞儿，你的灯是亮着的，我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哎呀，好，掌声有请14号赵海洋来，有请。姑娘要看一下你上场选的意中人吗？看啊，看看。好，来看一下姑娘上场的时候选择的意中人是谁，一起来看。9号张德宏来，掌声有请。那接下来姑娘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。如果以后咱们俩在一起了，你和你的家人会拿我以前的婚姻来说事情吗？比方说你是离婚的，原来你离婚是因为这个那个的，所以因为我有的时候比较任性，所想要依靠男朋友，所以的话我不想。我年龄虽然说可能说我本人稍微走成熟一点啊，但是我毕竟年龄在这，我感觉我对那个有过一次婚姻经历的，没有太大的怎么说呢，想法吧，对不起。谢谢。我没有意见，我妈说的，我相中的我妈不管。啊！小妞现在做什么呢？我是干塑钢行业的。一年这个？就4-5个月。完了，冬天时候我能干啥，我上饭店，干去。我为了挣钱，养活媳妇，不让媳妇太累。好。而且好像这几年，每个月能挣5000到10000，但是都不怎么舍得花钱，最多能花多少？最多钱买衣服钱花500到600，不买衣服钱300就够了。300就够了，攒下多少钱了现在？30万吧。我家现在有2间房子，2个温室，我那家快占地了。完了，虽然我没啥钱吧，但是我大富大贵给不了你，我能保你一辈子幸福。我
看人不看钱，即使他家占地了，我也看这个文人是什么样。如果他家再有钱，我感觉他为人不好的情况下，我也不会选择。谢谢。好、姑娘，你还可以看一眼小妮穿的这双鞋。别看人家要占地了，人依然在穿着布鞋。我浑身上下没超过100块钱。好，来了，给自己抠点，不给媳妇抠点。我舍不得买，不代表给媳妇舍不得买。别着急，这小蔫儿真是冲啊。哎呀看来小蔫儿真的比老蔫儿强啊。是啊，小蔫儿啊，那手都牵上了、你到底相中月亮姐姐哪儿了？对，我就想问这问题。我相中她的一切。喂，我不在乎她的未，不在乎她的过去，我在乎她的未来。她哪一点就打动你了呢？从他对象呢跟他分手，他那起吧，那一个起，他什么心就感动了吧。我不会说太多，我就能给他一辈子幸福。我认为从我家亲戚间的开始吧。好，你们可能，我不让他受一点点委屈。你们可能看不到，我在这个位置看到小娜的眼睛是有泪水的。是有泪水的。你是觉得？我觉得他上辈子太苦了，我不能让他下辈子再苦。我认为找对象吧，不论高矮胖瘦，他眼缘有感觉，他能治家过日子，就是好对象。感觉我现在很幸福吧？蔫儿吗？一点也不蔫儿。掌声送别他们，祝你们幸福。恭喜恭喜。